我说的这个故事发生在地球最高的陆地上，这里的氧气只有平原地带的50%，被人称作生命禁区。雪山冰川中随时都会上演电影大片里那样的实况情景。最壮观的就是我们藏羚羊的大迁徙了。每年5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就会在雪原盆地上集群，迁徙的队伍由妈妈和祖母、阿姨和姐姐们组成，当然也包括在妈妈肚子里还没出生的我。所有的公羊都不和我们一起迁徙，爸爸和叔叔们要照顾那些留在身边的小公羊。就要出发了，这也是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候。是狼，狼群来了。妈妈他们要出发了，这些狼会伤着他们的。不怕，我们来对付他们，我们去挡住狼群，要注意保证你们的安全。好，我带着队伍出发了。路上小心，我等着你们早点回来。你也多保重。将士们，跟我上！很少有人能亲眼看到这眼前的景象，在地球最高的陆地上，母藏羚羊成群结队奔向千里之外的繁殖地，它们翻雪山、越冰川，历尽艰辛，随时面临死亡的危险，然而它们始终不肯屈服。为了生育后代而进行的大迁徙是祖先留下的传统，这一壮举使我们的家族世代繁衍。大家加油啊，快要到冰河了，过了河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这些宽广的冰河是由冰原雪水冲击出来的渠流，那是大漠荒原的血液，也是下游平原无数生灵的生命之水。凶险湍急的冰河流水对那些刚满周岁的小母羊是一大考验，当然有妈妈在身边，它们总是安全的。小母羊是跟着妈妈到可可西里认路的，因为将来他们就要自己沿着这条路径去为家族繁衍后代。终于到了，大家赶紧为我们的宝宝降生去准备吧。
这就是我的出生地，可可西里的夏天格外迷人，几乎每天晚上都会飘一场雪，就像给大地铺盖上一层棉絮。宝宝，终于出生了。妈妈。宝贝，你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叫努鲁。努鲁，站起来。这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步。用力，使劲，努鲁。每只羔羊一出生落地就必须站立起来，这是藏羚羊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本领，否则就难免出现意外，甚至危及生命。努鲁，小伙伴们都来看你来了，你行的，加油啊，努鲁。努鲁，对朋友要友好，我们是个大家庭，要互相帮助。哦，妈妈，我懂了。你的女儿真可爱呀。猪妈，我是努鲁。你要干嘛？对不起啊，猪妈，我上次态度不好。没关系，猪妈，我们一起玩吧。来追我吧。盛开的鲜花，这是可可西里夏季才能见到的奇景。这是什么美呀？哇，飞的花！更想不到，会飞的花竟会成为我和猪妈命运连结的纽带。夏天真是植物充沛，说得太对了，真是顽皮的小家，天生一对呀。天快黑了，大家辛苦了，今天我们就在这里休息，明天还要走更多的路呢。努鲁，好好睡觉，明天才有精神赶路。啊，妈妈，明天我们要去哪儿呀？去梅马错。啊，梅马错？回我们的家。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见到爸爸了？是的。那有会飞的花吗？会飞的花？那是在采花粉的蝴蝶。蝴蝶？周妈，妈妈说那是蝴蝶。就是会飞的花。是蝴蝶，是花，蝴蝶，蝴蝶花，就是蝴蝶，是蝴蝶。别闹了，睡觉了。
哦，不怕不怕。这是可可西里最恐怖的景象，荒原上裸露着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后来我才知道，有一些人要用我们身上的绒毛制作一种叫做沙图石的披肩，正是这种昂贵的时尚给我们的家族带来了灭顶之灾。妈妈，我们要去哪儿啊？去美马厝。去美马厝，回我们的家。那我们就可以见到爸爸了吧？是，太好了。诺诺，你要做一个勇敢坚强的孩子。你想干嘛？
熊样，站都站不起来，你吓唬谁呀？别看你个头大，这可是我的地盘，都不用搬兵，有种你站起来。我好累呀。别装着惨兮兮的，有种来锻炼。卡拉，你在跟谁说话呀？就是他，他是露露。谁呀？露露。哦，哎呀妈耶，这是高原天使雪域精灵藏羚羊啊，哈哈，尊贵的客人到我们家啦。啊，尊贵的客人，我还以为你是来打劫的呢。哦，你也太没有见识了，他可是青藏高原极其稀有名贵的藏羚羊啊。你别忽悠了，谁信啊？就他。你还不知道他的本事吧？没看出来。告诉你呀，藏羚羊可厉害了，他们不但能够抵御极寒，还能够穿越6000-7000米的雪域冰川呢。别吹吧，我看他站都站不起来。你怎么了，卡拉？你给他做了什么？天哪，老天爷做这，我什么都没做。卡拉，那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天哪，地呀，我冤哪！你见到一个靓仔就激动的不行，你什么人吗？啊？到底有什么能耐，居然把你迷成这个样子？他要能穿越冰川，我还能登上珠峰呢。我告诉你，藏羚羊的绒毛是最柔软的，俗称软黄金。软黄金？那他是土豪了。我来看看，就一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哎呀，你在干什么呀？你这样也太没有礼貌了吧！我这是随便看一下喽。要有礼貌，做人要厚道啊！什么声音啊？哦。我好饿，他饿了，快拿点东西给他吃。好嘞。哎，没什么吃的，还没来得及采呢。哦，真的吗？卡拉，别耍心眼，快把你珍藏的硬菜拿出来。原来他都知道。哎呀，家底都掏出来了，我这冬虫夏草，这可是高大上补品啊。哎呦，爱吃吧，小家伙，你的家人呢？妈妈，你妈妈怎么了？她在哪儿啊？妈妈为了救我，掉到悬崖下面去了。啊，那可就没命啊！别瞎说，真可怜。哇，标准的高富帅耶！他可是青藏高原的大人物，今天可是撞上大运啊。你们两个一起住在地洞里吗？是的，这是我们俩的家。鸟和老鼠在一起住，你不知道了吧？鸟鼠同穴是青藏高原独有的生态奇观，对吧？是啊，西大还是我的千里眼呢。露露，怎么就你一人？还有朋友吗？朋友，我们在慌乱中走散了。哦，是这样，不过没有关系的。露露，我愿意做你的朋友。对对，我们都可以做你的朋友。怎么样，雪域精灵？真的吗？那太好了。新朋友，新朋友，新朋友，发生什么事了？雪域精灵，雪域精灵，雪域精灵，我？对呀，你就是雪域精灵。嗨，大明星露露来我们家啦。等等，怎么把我给落下了？等等我。各位注意啦，大明星露露要和大家见面啦。是我先认识的，给大家做介绍也应该是我呀。大地芬芳，彩云悠悠，月夜荡漾，似山冰川，呼唤着
家柯大叔，你好。你好，怒鲁，认识你很高兴。这里太美了。你回过美马错吗？啊，美马错。是啊，那里的景色更美丽。西达，美马错是哪儿啊？美马错真那么美吗？我记得妈妈说过的，那是我的家。我要回家。看样子努鲁真的想回家了。要不我们一起陪努鲁去找家吧，顺道也去旅旅游。你还没陪我出去玩过呢。可是我不知道美马错到底在哪儿啊。我的本事就是判断方向，是不会迷路的。我们一定会找到美马错的。朋友们，拜拜呀、啊！我会回来的。老大要离开我们了，他好像一点都不悲伤。老大是不是不要我们了？没有他，我们这儿就不好玩了。你们也可以跟着一起走啊。你说的很轻松，路上很危险。雪山圣灵，老天保佑，保佑他们平安无事吧。我们穿行在藏北羌塘，这是一个海拔6000多米的无名山口。我通常不会爬这么高的，今天是第一次。走这样的路才安全。你是说那两条腿的怪物吗？我都喘不过气来了。高原缺氧，他们还爬得上来吗？你见过他们吗？他们会喷火，啪，石头都会被震崩开来了。你真的见过他们？好像你真见过似的。每一次有动静，你就滋溜一闪，躲进洞里比谁都快。努努，别信他，没这回事。等等我。你别闹了，人家正睡觉呢。哎呦，真没劲儿，不跟你玩了。雅克大叔都不会这样对我的。哦，你认识雅克？哎，活着，雅克是我哥们儿。听说我的表哥雅克他去了北方，是吗？你站起来，我就告诉你。你小心点啊，我就要站起来了。哎呦喂，老天爷，暴风雪又来了！你们这是要上哪儿去啊？我们要去美马错。美马错，那还远着呢。是吗？严寒冬季，南下的路已经被堵死了，没人能翻过前面的冰山。你们呐，就在这儿过冬吧，等明年冰雪融化后再赶路。我们完全低估了将要面临的困难和危险。在这极寒冬季，四处是延绵的冰封，无尽的雪域荒原。风雪太大，前面有个洞，快进去。失去了妈妈，又脱离了迁徙队伍，我们三个小伙伴要活下来都难，还要找到千里之外的美马错就更加不容易。加油啊！
大家都惊奇地发现我的头上长出了一对锋利的犄角。我们还在草原盆地结识了几位攀岩高手，岩羊。利用它。嗯，我会的。我们要翻过前面的悬崖，露露她能行吗？我看够呛，怎么办啊？对，找岩羊大哥去。哎呀，他们两个在干嘛？打架还是比武呀？比武？岩羊的功夫应该在岩壁上，在草地上玩什么呀？哎呀，你们两个就别打了，听到了没有？有意见可以好好谈的。怎么回事？不听劝，住手！小不点儿，闭嘴！别翻身啊！惨了吧？伤着没有？比武的话，我可是太极高手。哦。哎，野马分鬃。闪电炮腿，神龙摆尾，四两拨千斤。你在瞎比划什么呢？我在教功夫。我把露露找来了，卡拉，你还真有两下子哦。二位岩羊大哥，露露想多学几招攀岩绝技。好啊，这是我最拿手的，请大哥多指教了。没问题，露露一定能学会的。拜托了，加油，开始吧。走，我们去征服岩壁。学校的高材生在这发什么呆呀？啊，香格邦，你眼瞎呀？看那边！哎呦，看来今天可以饱餐一顿。这几只羊就归我了。黑鹰，你不是一天三顿有人管吗？你还是去找大羊群孝敬你的主人吧。今天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露露。攀岩最重要的是放松，脚法要灵活，随机应变。哦，好高啊！啊，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嗯，我一定要学会，这样就能翻过岩壁，早点回到家乡，见到爸爸了。好，我来做示范。注意每一个脚踏点。好厉害呀！我也上。露露上去了。腿用力，加油啊！哎呦，哦，哎呦，石头都差点砸到我了，你注意点。露露，不要心急，我跟你现场教学。哎呀，临阵抱佛脚。露露，听仔细了啊，看准脚的位置，用正踩或侧踩，增加与岩石的摩擦力，主要是放松，放松才是硬道理。啊，露露，你小心呐！好样的，露露，就要上到顶上了。啊，是狼！什么狼？啊！自己送上门的好戏就要上演了！啊，是狼，危险！快跑，快跑呀！狼来了，别上了，快下来，上去就没命了！不行，我必须上去！啊！碰上我雪山刀可香个吧，你别想逃了！我要成功了，加油！走开，快走开！上啊，用狼牙咬啊！救命啊！看你还能往哪儿逃？住手！你上来了！哎呀，怎么碰上个长着尖角的？有我在，别怕。什么雪山刀客呀，连只羊都打不
么过？该死的家伙竟敢挑战我雪山刀客！就是不许你欺负人！这肥皂滋味怎么样？这点伤算什么？有本事再来！嘴还挺硬啊！悬崖！现在走投无路了吧？你这只可恶的狼！舌尖上的羔羊肉香肥美呀！你别做梦了！怎么着还来劲儿啊？告别了岩羊，我和小伙伴们继续走上寻找家乡的路。看，远处的大雾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呢。好像是有些东西在动哎，我去看看。西达小心点儿，有熊就早点报警哦。卡拉别紧张，冷静点。找到了，快来看，那边有很多的羊。是藏羚羊。你们了，我是努鲁，请问这里是美马错吗？美马错，小伙子，你可能是误会了。你们是搞错了，他们不是我们要找的藏羚羊。我看差不多，没什么两样。我们是藏原羚，我叫跳跳，你们是从哪儿来的？他们不是藏羚羊。什么不是？哪里不是？你看，都是四条腿儿。还有他们的犄角和噜噜的也是一模一样的。谁说一模一样啊？哎，你看这又白又胖的白屁股一样吗？放肆！真是的，哼！呵呵呵，喝什么呀？他说错了吗？你看，你们全都是白屁股。大家别闹了，藏羚羊还是我们的远房表亲呢。今天我很高兴见到你们，你们是找藏羚羊群吧？他们应该很快就要出现了，你们跟我来。每年啊，母藏羚羊都要从美马措迁徙到卓乃湖产子，现在正是他们返回的时候。这个山口是他们必经之路，很快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迁徙队伍了。藏原羚爷爷的预测是准确的。此刻，迁徙的队伍正在南下途中。他们选择这种地形行动，任何尾随跟踪者都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当然，这也把藏羚羊群自己推向了更加危险的境地。我们藏原羚是不迁徙的，藏羚羊和我们不一样。我在这里能等到回家的藏羚羊群吗？能，他们一定会经过这里的。我一定要等到他们。此刻，从卓乃湖返回美马措的母藏羚羊群正在接近这个山口，而一群狼也正在山口附近等着他们的到来。快看，来了！从卓乃湖来的羊群。
军就要进过山口了。赶快进攻吧，大王。闭嘴，轮不到你指挥官。冲啊！一顿了，可恶，又变天了，下冰雹了。哎，哎呀，冰雹停了。又起了浓雾，什么鬼天气？羊哪儿去了？什么都看不见。
是汉塔儿。看我一口两个！啊！拼了老命我也得逮一个呀！别跑！找着你了，等等，是你？对呀，你要去什么地方啊？刚才的事故让我跟队伍走丢了，要赶上他们。可是，露露她是大美女。这位是？我是鼠兔王。鼠兔王？他是我的朋友，他叫卡拉。你的朋友真可爱。我们是在找回美马错的路呢。哦，美马错？对。你们也去美马错吗？那是我的家。哦，家。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卓玛。卓玛。嗯。太美了，真好看。卓玛。是蝴蝶，是会飞的花，会飞的花，啊，会飞的花，这是什么呀？会飞的花，会飞的花，会飞的花耶！啊，你是露露？哦，卓玛，露露，你是露露？是我呀，真不敢相信。卓玛，我还以为……当时我和妈妈掉进了地裂缝，下面是一条地下河，我们被河水冲了出来。后来我们赶上迁徙的队伍，返回了家乡。今年我是跟着妈妈到出生地卓乃湖认路的，现在大家正在返回美马错的途中。露露，真想不到在这儿见到你，激动高兴的我都想唱歌了。卡拉，卓玛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啊，原来你们俩是青梅竹马。是啊，一个偶然的巧遇，让露露找到了去年一同在朱奈湖出生的卓玛。时隔一年，小伙伴们再度重逢，心花怒放。他们一路欢蹦乱跳的去追赶前面的迁徙的队伍。又是一个大陡坡，哎呀，终于爬上来了！哎呀，瞧瞧你这身肥肉，早就该减肥了。我们到了火山灰渣坡地。火山灰渣？嗯。到了悬崖边上，没路走了。啊？要我回头吗？卡拉，卡拉，卡拉，这是火山回家，要顺势下滑。别急，这火山会很缓慢的，就像坐滑梯那样。可能想顶不住脉呀，抓紧了，大家小心，别松手。哎呀，我抓紧，可是我抓不住啊！啊！走吧。
么破地方，连个鬼影都没有。哎呀，好高啊！什么情况？啊！你们看，地上有好多脚印儿，这应该是我们南下队伍留下的脚印。哎哎哎，哦，这么多呀！哎哎，多好玩，全是小高跟儿。后面有狼在跟着我们，这些脚印被他们发现就糟了。我们可以在相反的方向留下脚印，迷惑他们。嗯。卓玛，你们现在先往南边走，我在后面做掩护。嗯，我要和你在一起。那样很危险，我一个人行动方便，你们快走吧。那你要小心点啊。冰河怎么办啊？我可是个旱鸭子。大家不要着急，我去找露露。羊，又是他，这小子不好惹，还是找大王来吧。追上他！是狼，努鲁被盯上了。7000米的冰川，狼居然……嗯，还往上啊！缺氧，我爬不动了，到嘴的肉又溜了。啊，看来他是吃不消了。啊，走了一只，又来一群，去告诉努鲁。老王，我们好像迷路了，就在上面追。妈妈，西达，你怎么来了？我好了，我看见雪狼王带着狼群已经追上来了。狼王也来了，看来今天要决一死战了。我们好像没有退路了。露露，危险！跟你拼了！大王，让我来收拾他。滚开！我要亲手宰了他。你们没事吧？努鲁可把你盼来了。
估计羊群已经过了冰河，就在对岸。可是水太急，我担心卡拉。放心吧，有我呢。冰河水深，大家小心点。卡拉，你抓紧点。真是好样的，今天你让我刮目相看了，这才叫英雄本色。老爸，你看这里有羊的脚印。可是老板，怎么这么少的羊啊？我们要找的是大羊群，这几只羊肯定也在找羊群。儿子，你悄悄地跟上去，不要惊动他，有消息就发信号。其他人跟我走。卓玛，你们休息一下，我去给大家找点吃的来。嗯，好的。我也去帮忙。我很快就回来。卡拉，忍着点儿。哎呦，我可真是太累了，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哎呀，什么事儿都得我操心。哎呀，当老大很辛苦的。据说这是地球上最大的间歇喷泉。间歇喷泉，真壮观！也许，这整个大山就是一个巨大的空洞。
就像一个神灵。天哪，这是我的救命恩人。露露，露露，我不是在做梦吧？你回来了。我不是好好的吗？真的是你吗，露露？是啊，我回来了，再也不会离开你了。好了，别哭了，再哭我会被淹死的。讨厌。你看他在干什么？你们快跑，那边有人，快跑，很危险。他在说什么呢？不会吧。他走了，我们也赶快离开吧。哇，好大的水晶洞啊！这里走路要注意防滑，像我这样。稳住，稳住！哎呦妈呀，会摔着大象，这么滑！前面的洞越来越小了，大家小心点。嗯，好的。我们真的还要继续往前走吗？什么声音？前面好像是很多脚步的声音。是啊。哇，看那里，看那里。大批的羊群。这就是我们的救济大队，终于找到了。太好了，终于可以回家了。看样子没马错就要到了。到了没马错肯定要大吃一顿。哦耶，放心，一定到临时的动物园。走，快去追上队伍。好，快快走，快走。这真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我和小伙伴们经历了一年的时间，终于在第二年的秋天找到了带着新生宝宝从卓乃湖返回家乡的牧藏羚羊群。
的真香啊！啊，好清爽的早晨，我上山坡去看看。哎，等等我，我也要去。你看，太阳出来了。真美呀！大家都起来吧，要准备出发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嗯，加油吧。当我们又要开始启程的时候，我隐约发现，远处的雪山上探出了人的身影。我很奇怪，为什么总是摆脱不掉这些最危险的动物？他们可以不加思索地夺取我们的生命，仅仅是为了得到我们身上的绒毛，用我们的生命和死亡来满足他们所谓的美丽和时尚。真希望有一天这些人会明白，我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我们都需要一个安宁祥和的世界。找个地方避一避吧。你和大家赶快到那边的峡谷去避风。知道了。大家赶快到前面的峡谷去。大家不要停留，抓紧时间赶快行动。在这里休息，要找好地方隐蔽，把老鹰甩开。有一个办法需要大家配合一下。好，没有问题。露露，我去把那只老鹰引开。好的，西达。虽然你机智神勇，但那只老鹰非常凶猛，你可要千万小心呐，一定要小心呐。好的，你们就看我的吧。西达，那只老鹰不好惹啊。让你知道什么叫智勇双全。西达，你可要平安回来呀。你们就放心吧。去。卓玛，我去引开那些猎人，你和卡拉现在就去通知大伙赶快隐蔽起来。好。大家注意，那些猎人来了，大伙快到北面的峡谷去隐蔽起来。无事。快，快跟上！快跟上羊群！怎么就一直了？叫他们呢，攀登到岩壁上去，他们肯定上不去。对，就这么办。哎，哎，哎，
真了不起啊！大家都好吗？我引开了猎人，现在我们去和羊群会合吧。会有事的。啊！这帮猎人还不放过我们！老板，他们想要跑，快围住他们！卓玛，不要过去！哼！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跑！完了完了，他们个个都有枪，看来大祸临头了，西达。哦，这回恐怕要出大事了。诺诺，嘿，嗯，好，有种，今天就先送你上西天。小伙伴们终于跟随大迁徙的队伍回到了家乡。你们辛苦了。露露也回来了。什么？露露？是的，露露回来了。这就是你的爸爸，露露。露露，爸爸，我的孩子，你终于回来了。是妈妈告诉我一定要回美马措，可是妈妈她……露露，你看，妈妈，真的是妈妈，露露，妈妈，你的腿……好孩子，你长大了，真是令人喜出望外。去年回家路上为了救我而坠落悬崖的妈妈竟然历经磨难一步一步地回到了家乡。露露，给你戴上。卓玛，给我也弄一朵。想得美。露露的成长经历深深地感动了每一个人，她成了大家心目中最勇敢、最善良、最聪明、最智慧的藏羚羊。
你芬芳。